走喽。海口之旅结束了，现在要回家喽。现在我们去火车站，还坐这个车？石山到海口。同样的班车，这个车有空调，终于不要吹自然风了。这辆车的乘客好少呀，能赚到钱吗？本来准备坐到秀英港，然后坐过1块钱的公交车的，谁知道车上睡着了，有点累啊，睡着了，然后到了秀英小街，司机说到了到了，那我就下来了。下来一看，妈的不对呀，看到这个摩的师傅没有？他也不喊你，你想坐你跟他说不坐拉倒，多么佛系啊，一点都不卷，我就喜欢。其实我发现这里的人就是没有内地卷啊，真的很好。现在我们走路1公里多到海口市场去换乘，明天早上来车，订了一个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宾馆，60块钱，再租一晚，最后一晚了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离开这个炎热之地，回家吹空调了。下个月准备休息一个月，下个月就不出来了，太热了，到哪儿都热。9月份天，9月份温度好了，现在是6月份、7月份、8月底，8月底可以，8月底暑假结束了，温度就降下来了。到了，坐 K35，哎呦，车来了，赶快！热死了，慢了一步，又得等下一辆，还有10站，但是很快啊，这里的公交站间隔很短很短。这种移动式洗手间排放了哪？我好疑惑呀。车终于又来了。火车站几块呀？3块。1元、2元、3元。很快就要离开海口了，再看一次西海岸的海滩，还有大海。下一次来就不知道何年马月了。
到起点。车这温度36.8度。都涨价了。今天订的是一个青旅啊，六人房，一个房间6个床的，其他的都要100多了。为什么涨价呢？周杰伦的演唱会，周杰伦的演唱会来了，这帮人都涨价了。奶奶的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住上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等到个6点多，太阳下去了，咱们就出发，五人河。看看那个周杰伦大雕像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混，能不能混个票，说不定还能看一下，是吧？在外面听听也好，实在不行买个不是那么贵的，黄牛太坏，卖太贵。海口站挺偏僻的，就建在这个轮渡隔壁，这个青旅更偏僻，开在火车站员工宿舍里面。看这个河里好多水牛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十几只。这个青旅开在哪里？开在一个铁道宿舍，铁道宿舍就是老宿舍，铁道职工单身公寓，修了新房子了，老房子改旅馆了，在海口铁路小区里面，2栋2单元202，直接开在家里啊。这里交通好像不太方便，环境还挺不错的。这里面住的男生女生都是看演唱会的，刚入住就被邀请进粉丝群了，终于用上了，全身大汗，先洗个澡。厕所我发现住青旅的都是年轻的美女帅哥，学生居多。已经6点了，澡也洗了，衣服也换了，咱们出发。这地方很偏啊，也没有公交车经过这里，也没有共享单车，咱们只能要走2公里路，要么走到那个法院，要么走到火车站门口。8点钟才开始，不着急啊，咱们2小时慢慢晃荡。咱们走到秀英区法院，中途有单车咱就干，没有就走。我估计是没有，上当了，不应该往这边走啊，太远了，应该还走到那个火车站门口，那边肯定有共享车。算了，还是坐公交吧，1块钱。这边就是 CDF 免税店，就在火车站旁边，方便大家买。买完之后不能立即拿走，必须离岛的时候才能给你，所以靠近火车站比较好。了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共享车，可能太偏了，还是坐公交吧。坐94路，哎呀，94路，哦，来了。到了，我们一起去找一下雕像。哇，好多人啊！这里是海口五元河体育场。哇，好多人啊！今晚这里有周杰伦演唱会，连开4场，今天是第2场。我只是来找周杰伦的雕像的，顺便凑凑热闹，看看能不能买个票，或者就坐在场馆外面听一听，感受一下。我就想知道那个雕像在哪里。
节能官报应公报法库连接，苏杰能官报应公报法库连接，苏杰能官报应公报法库连接，啥都不要。多少钱？一元七块，不一定啊。哎，一杯还是两杯？一杯一杯。好，在外面是卖什么的都有，这四天让周围的居民很赚了一笔啊。看台 A。谢谢啊。这个他妈的不怎么好喝呀。这里是一个小型集市，卖什么的都有。周杰伦的粉丝都这么年轻化吗？好多十几二十岁的呀，果然魅力不减当年。里面好挤啊。咱们去找那个雕像了啊，雕像在东南角，我们现在在西北角。体育场真大呀，绕了体育场跑了半圈，终于找到了。哦，在那儿呢。绕了体育场一圈，终于找到了。结束时间又突然不好看。太挤了，走吧。再来一个。我又没有票，走了，回去睡觉喽。你看的好清凉啊。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。充电宝充电线，充电宝充电线。然后我有了。快点下。年轻人好多呀。这被我在山西，我拿那个。
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有票。我看今天晚上你的晚不晚 ？C 三零八，三零七，三零八。哎呀，买个水还得排队呀。这个人少，到这儿来买。哇，有点贵啊！把雪碧灌在这个里面，就卖15块钱。谢谢。再次凭票进入。哇！看台观众洗手间设置于3楼、5楼平台走廊。内场观众洗手间设置于1号、4号通道以及31排6号。上下台阶时请注意安全。七，演出过程中请勿使用激光灯具。演唱会采用配合演出灯光效果的特制灯光。买三星的别买三星的。更欢迎在座每一位嘉宾的纪念小礼物，请大家带走留念。主办方已为每位观众派发一次性礼仪。31，你老师在这儿吗？三零八是在这儿。308是在这儿。哦，谢谢。31排6号。终于找到我的座位。雪碧，这个荧光棒不够。现在外面卖荧光棒没生意了，现在都送。可以的，对吧？就是送给你的呀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礼物是吧？小礼物。什么东西？这不是小礼物，是个雨衣。我以为是小礼物。怎么会下雨？还是比较周到，但这个体育场感觉挺小的，有点小，离得很近，比内地的小，是吧？还有声音了。是电脑控制的吗？怎么不亮？朋友们，等等，我花都谢了。我在这边调。
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马上到点儿。